Konnichiwa， 大家好啊！喺福冈市中心，距离博多车站大约步行十分钟，有一座优雅嘅日本庭园。呢座庭园就叫做落水园。落水园系1905年建造，明治时期改建，当时叫做住吉别墅。1995年由福冈市修葺成庭园，外面就有独特嘅博多墙设计，大家睇下。庭院而家系对外开放俾大家参观，收费系每位100 yen。有兴趣入茶室饮茶嘅话咧，收费咧就系每位额外500 yen。呢个就系落水园独特嘅印仔啦。沿住小路慢慢行，你会见到祠堂同埋代表住吉祥嘅鲤鱼。大家有兴趣可以用100 yen买鱼粮喂佢哋噶。经过小桥，你就会见到用天然石堆砌而成嘅瀑布啦。瀑布展现出独有嘅日式风情，大家可以静静地坐喺度，听住瀑布嘅流水声，稍作休息。日本11月开始见到有枫叶，好中意阳光洒喺枫叶上嘅自然美态。日本嘅庭园真系有一种令人心旷神怡嘅感觉啊！我哋嗰日仲见到有新人喺度影婚纱相添，不过咧我哋就唔好意思打搅人啦。不如我哋一齐入去茶室品茶啦！落水园设有4间嘅茶室，其中2间房间咧系俾客人饮茶用嘅，另外2间咧就用作茶会啦或者茶道嘅教室。之后提到嘅落水庵就系其中1间啦。入到嚟铺咗榻榻米嘅品茶空间，喺床之间嘅呢个位置咧仲有字画添。仲见到有季节性嘅鲜花，好别致啊！500 yen 嘅茶点包括咗一杯打到有泡沫状嘅抹茶。一件印有枫叶形嘅果子，同埋一粒包住糖衣外硬内软嘅糖。虽然佢唔系女千家或者表千家嘅点钱，不过一边坐喺榻榻米度，一边饮住茶，睇风景又真系好写意嘅。Thank you.
不如穿着这对木拖鞋，沿着庭院的小路走入庭院参观下。面前见到的这一座水琴窟，这个不是个个日式庭院都有的，见到感觉更加令人轻松放松。日式的庭院建筑的特色呢，就会是树啊、植物啊包围着自己，有身处在大自然里面的感觉。大家在日式的庭院有没有见过这种石头呢？日本人讲求礼节，直接摆个行人止步的牌在这里就有点不雅。这个呢止步石，如果见到在这里的话呢，前面的道路呢就代表了不可以继续向前行的啦。对于落水源，见到有网民参观之后评论这里好小，没东西看，一阵就行完了。但是想深一层，这里不是主题乐园，是一个真正日本人的家，还可以开放给你参观的庭院。它可以提供一个宁静的空间，简单的奉茶给到你的感觉是一个远离烦嚣的感觉。如果你对茶有要求的话，里面有修复好的茶室叫做落水庵。而这里就是落水庵了，这里呢是一个私人的正规茶室空间。我在香港开始认识吕千佳的茶道，可以有一个正规的茶室给你练习怎样去切一道茶去款待你的朋友，其实是很难的事来的。而我呢就挺欣赏有一个日本人的家可以开放给你参观，可以一窥当时博多豪商的闲情雅致。计划来这里的朋友又可以试下开怀感，用欣赏的角度看看这个落水源。多谢大家收看今集的内容，再见。